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，我是何俊傑。東北季候風繼續影響著我們，不過由於季候風不算強，因為今個週末我們會見到陽光，而日頭天氣為和暖。首先看下6點鐘的時候各區的氣温，市區大約是18度，而新界稍微低一點，大約是16-17度左右。跟住睇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，今朝早到雲帶覆蓋住廣東地區，電腦的預報就見到呢度雲帶會在週末期間影響住我哋。我哋天色維以多雲為主，不過由於咧雲層唔算太厚，日頭咧仲會見到啲陽光。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，預計為大致多雲，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會比較低，而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會係21度，吹和緩嘅東風，而稍後離岸風勢清勁。提提大家，天文台已經發出咗黃色火災危險警告，表示火災危險性係頗高，打算到郊外朋友咧要提防山火。咁至於展望方面，預計聽日繼續都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而星期一日頭會温暖，高温有成24度左右。而同時一股達到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補充會抵達華南沿岸，去到下個禮拜中期，我哋預計風勢會比較大，氣温稍微低翻啲，而朝頭早天氣會清涼。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，再見。